哇，彤彤，有好多好吃的东西哦。对啊，蚵仔煎、章鱼烧、卤味海带，还有悠悠你最爱的烤鱿鱼。我真的是无海鲜不欢。可恶啊，还我。哇，你看海胆。我刚才还有看到小丑鱼，故意吓了他们哦。你们两个太过分了。你是什么？别废话那么多了，我是海洋特派小白，我要好好教你们与海洋为邻应有的态度。哈哈，听好了，你们喜欢的鱿鱼可能因为人类的过度捕捞、乱丢海洋垃圾、工厂的污水排放、工地或风力发电的建制而消逝殆尽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们好自为之吧。悲惨的人们为了口腹之欲，捞走了所有的鱼。为了进行开发，污染了美丽的海洋。地球的70%化为黑水。这是我们设想的海洋悲歌。但大家若不行动起来，地球的海洋真的会沦陷。站在台湾海洋线上的人们，让我们从现在起善待海洋。